单位注意，立法会同政府总部都收到炸弹恐吓，至少有两个炸弹将会喺4:30同5:00引爆，网上大约仲有几千名群众聚集，请各单位尽快去到网上进行搜查及疏散。警察，我哋怀疑你同一单爆炸案有关，请你跟我哋翻警署协助调查。事咁多，你知唔知好多人连棺材本都冇晒啦？有搏要搏嘅，我都系搏翻嚟嘅啫。你唔想报仇咩？